脱洗衣服，他养成上一代的礼教庭训，他肩负传续下一代的重任，他宽容醇厚，无怨无悔，纵使千斤万担难挑也得挑，回首来时路，纷扰尘沙星落，媳妇啊媳妇，你的名字叫坚强。干妈，我这屋子呢是不养废人的，所以如果你想待在我这宅子里呢，就得工作啊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在江家丢脸，所以呢你就跟我以前一样到我公司去上班。公司来上班，啊？你做梦！哎，嘿嘿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你就来当清洁工好了，啊？我不会去的。哦，你不肯去？那也行啊。那我只好请你离开江家大宅，让你成为江家的千古罪人。嗯，廖建豪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啊！你不但霸占了我们江家所有的一切，还要来对付我这个老太婆！你不是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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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干妈，我是霸占了江家的财产，可是你又能奈我何呢？你你的洋行是我搞垮的，你们江家的财产也全是我掏空的，这全都是靠着你那宝贝儿子志和的手过来的。全都是透过正当的手续而来的，所以你告不了我。如果真的要告，就去告你那宝贝儿子吧。不行，我也得要活着，我要留最后一口气跟廖建豪斗到底。我可终于报了仇了，把那个死老太婆关到后院去了。要不是下人都被遣散走了，我非得把他们一个个叫过来臭骂一顿不可。哼！老实说，你这么整他，他都忍得下来。我不得不佩服这个老太婆。我夺走了江家的一切，他竟然没有去自杀。比起我父亲来，他还真是坚强多了。难怪20年前他就能叱咤商场。哼，不过我还是有办法对付他的。哎，这个地方还真不错。哎，你看看这一样的地方换了个老板，气势啊就是不一样。我就是要在他做过事的地方办公，江家所有的一切我都会把它变成是我廖建豪的。你真有本事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当上董事长夫人，你真棒，我真要谢谢你给予我眼前的这一切。我的计划还没完，只要等一下，干妈，不好意思啊，要麻烦你了。我们公司呢临近大街，每天灰尘难免多了些，你要天天记得把桌椅擦干净。还有，我这客人多，来来去去的，不要搞得到处都是烟灰，难看，懂了吗？你是聋子，就不知道答应一声，还不赶快把地给擦一擦。you
不好意思啊，没注意到，踢翻了。你故意的。干妈，别这么说，人有失手，马有乱蹄呀。你以前教过我的，人在逆境中生存下来，就连什么打击都不怕了，不是吗？你不该会连这种小事都要跟我一般见识啊。你哎呦，干妈，不翻也翻了，你得赶快擦干了它，要不然害别人跌倒就不好了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我看咱们今天是吃不了饭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看连火都生不起来，还怎么吃饭？嗯，我今天跟有成约好了去找工作，他说现在苦力活好找。哎呀，可是你看我现在连火都生不起来啊。起来，照我来做吧。你呢？陪孩子们玩。我也不管什么体力活了，我觉得现在啊，先找到工作，挣钱养家为主啊。哎，菜不是这样切的。志贺，让我来吧，你陪孩子去。我就跟废人一样。爸爸，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，只要拿出勇气，一定会成功的。老爸，加油！还有呢？
哎，爸爸，你看，有程叔叔和明月阿姨来了。进来。少夫人，少爷。你说呀？啊？哎呀，你说。你说呀？哎呀，你说。你说。我们结婚了。结婚？对呀、啊，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你们怎么不先说呢？我觉得和明月生活在一起，没名没份的，对她不好。哦，公正了，再生活在一起就不会有什么闲言碎语了。哦，没有啦。啊？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娶我的？嗯、啊，还有什么事啊？你这个死有成啊你！明月。少夫人，有成，我跟志和没有什么好礼，送给你们两个。这个戒指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不，这个不能收，这是少爷送给你的礼物。明月，收下吧，这是秋琴的一番心意，你不收下的话我们会难过的。照理讲，我们应该买新的东西送给你们的。不，没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明月，有成，一直以来，你们对江家是这么有情有义，而且一路上一直帮我跟志和。今天，如果是在江家宅子帮你们举行婚礼，肯定会很风光。今时今日，我们不能给你们什么了。少夫人，我明白你的心意的。这个戒指，我就收下了。你们现在都这么困难了，还要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们，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们。明月，有成，夫妻最重要的就是要同心，彼此相信，这就是最好的回报。嗯，谢谢少爷，谢谢，谢谢少夫人，谢谢少夫人，谢谢你们的祝福，我们会的。有成叔叔和明月阿姨要生小弟弟和小妹妹了吗？有空就生。现在就有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放下来！火啊！哎呀！不是江家的老夫人吗？怎么会是她呢？你看，哎呀，真是风水轮流转的，以前她多风光啊，你看现在，哎呀，听说她以前是商场的女强人，做生意很快很狠很准，很多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啊。哦，难怪曾经说她是铁娘子啊。嗯，哎呀，这人呐，真不能得罪人啊。是是是啊，这会儿啊，她可彻底落魄了。哎。坐下来，乖哦，爸爸抱啊！哎，不赶紧找保姆来，我成天在家被他累死了。哎呀，别急嘛，已经交代去找了，自己逗着孩子玩也挺好的嘛，啊？偶尔玩玩是挺好玩的，你试着带一个星期看看，哼。我是说，我以后可不可以留在家里给你们当老妈子，不要再到洋行去做清洁工了。
可以呀，没问题。那怎么行？哪有那么好的事？让你留在家里，那是不是要找人来伺候你？让你颐养天年，含饴弄孙呢？啊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留在家里也是给你们做老妈子，不是来享福的。把你留在家里当老妈子，那谁看得到当年商场上铁娘子的下场？你呀，还是乖乖的去公司做工吧，老太婆。我没空陪你了，你请吧。啊？建豪，嗯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他会不会想不开啊？嗯，你放心，这个老太婆有过人的意志力，要不然她也撑不到现在。哼，我是想看看她到底有多少能耐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哎，谢谢，下一个。来。哎，你怎么可以插队呢？插队怎么样？哎，找什么？啊，到后面排队去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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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个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到底走不走啊？啊啊，好。嗯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有成。有成。哎，到底坐不坐？啊，坐坐坐。什么？你说我妈在仓库工作，我亲眼看到的，不会有错。这廖建豪真不是个东西，他怎么能这么对待老夫人呢？再说，老夫人她怎么能做这种粗活？她怎么受得了啊？少夫人，你该怎么办？走，现在我去接我妈。哎，就在这儿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人呢？不知道。妈，妈，妈，我现在跟志和还有孩子们住在一块儿，您别留在这儿了，跟我回家吧。老夫人，少夫人是特地来接您回家的。我不离开，我却是死也死在江家宅子里。妈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廖建豪折腾，不值得，不值得啊。妈，值不值得心里有数，不要管我。妈，你少费心了，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，哼，我很仁慈了，还让这老太婆好端端地住在江家大宅里，好好地回忆她的春秋美梦。哼，廖建豪，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，你指使阿金诬陷我，他已经跟我承认了，总有一天你的恶行老天会惩罚你的。等有那天再说吧。如果真有报应，那么干妈，你可要好好的反省一下。
你以前做生意的时候，看了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现世报。嗯，哼。妈，您跟我回去吧，我跟志和会好好的孝顺您的。我说不离开就不离开，就算是老天收拾我了，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妈，妈，少夫人。干妈，这么早就要回房休息啊？就算你不看着我，你还是得工作啊。树下要洗澡了，麻烦你去推煤球来烧水。你该不会不想做吧？家里有这么多工人，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做？嗯，你不是挺疼孙子的吗？我现在是给你个机会，好好的表现一下奶奶的爱心，啊？我看，你还是乖乖的去做，要不然，今天晚上你就得离开江家。哦，我忘了，你现在不怕离开江家，反正秋晴会接你去她那边住的。那个曾经被你赶出家门的女人，现在反过头来接济你。干妈，你真可悲呀！啊！进来看看啊！哎呀，真漂亮呀！是啊，妈，好漂亮啊！是啊，你看这灯多漂亮啊！嗯，妈啊，够气派吧？嗯，来，我们再到那边看看。啊，来看看这个小客厅。啊，这还有小客厅啊？怎么样，漂亮吧？真的好漂亮啊！啊。哎，我们再去看一下餐厅。啊，来，来，妈，嗯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。好讲究啊，妈。是啊。还有呢，我带你们去二楼看看。妈，小心点啊。哎。真漂亮。
这儿。妈，我带你到外面看看风景。啊。啊，看看这儿的风景，哈哈，挺宽敞的啊。真漂亮。多美啊。啊，你看。来，你看看这房间，喜不喜欢？你就住在这个房间，美惠就住在隔壁。啊，这房间是给我住的啊。建豪啊，这房子到底是谁的？你怎么可以随便进来，还说要给我们住？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。哎，妈，哎，妈，妈，哎，妈，别生气了，啊，来这边坐。妈，怎么不高兴？我以为你是带我们来参观别人的房子，没想到让我们住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哎呀，妈，这个房子是我送您的礼物。哥，你是不是把江？是啊，我是跟人家在江上走货，又跟一些朋友合伙开了好把公司，赚了不少钱。妈，我无时无刻不挂念着您，现在好不容易我做生意成功赚了钱，总算可以让你享点清福了啊。你有这份孝心啊，妈就很高兴了。但是建豪，你干嘛花这么多钱呢？妈没有让你大富大贵，只要你啊做人挺直腰杆就行了。妈，这只是我对您的一点孝心而已。您独自抚养我跟妹妹长大成人，吃了不少苦头。从小我就发誓一定要让您安享晚年，现在总算老天有眼，让我达成了这个心愿，您就安心住在这里吧。啊，好吧。过几天呢，我找几个佣人来伺候你们啊。佣人不需要，我们两个人要什么佣人呢？虽然有时候心脏病还会再犯一犯，但是有美惠照顾我就行了。再说前些日子你寄来的钱还没用完呢，妈已经很知足了。那好吧。哥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又对江家怎么了？没有了。我怕刺激到妈，所以刚刚没有直接揭穿你。可是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又贪污了江家的钱？你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就算我从江家拿出一点钱来又怎么样呢？那也是那个老太婆欠我们爸爸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陷害江家。秋琴和赤河对你那么好，他们都很照顾你，老夫人又那么信任你，你不应该这么做的。哥，你的事情总有东窗事发的一天的。美惠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离开顺福洋行，自己开业。自己开业？是真的，我没有对不起江家，我反而很感激他们。要不是他们给我本钱做生意，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回家来孝敬妈妈了。你真能这么感恩江家就好了，要不然妈妈也不会用你骗来的钱去享福的。哎呀，美惠啊，这些年哥哥一直很感谢你。之前我很潦倒，是你在抚养妈，后来因为有你照顾妈，我才能安心地闯天下做生意，没有后顾之忧啊。孝敬妈是我应该做的，我知道你想也很孝顺的。哎，自从爸爸过世以后，家里面只有妈和我们三个人，以前的苦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你很清楚。现在我总算有一点点小成就，我心里面最想分享的就是你和妈，所以我们兄妹一定要齐心协力好好孝顺妈妈啊。美惠，也该是让妈安心好好享点清福的时候了。嗯。
我来吧。啊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你歇一会儿，我动一动好。妈，你们两个都别争了，改天我找几个丫头来给你们使唤。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这是当运动的。来，给我。妈，我要回苏州去了，公司生意忙，我不能离开太久的。哎呀，建豪啊，你看你，你总是来去匆匆的，刚回来又要走了。妈，要不您跟我到苏州去住吧。苏州？是啊，跟我到苏州去住，天天可以看到你，也比较安心一点。啊，不不不，我还是住这儿吧。建豪啊，你在外面做事一定要处处小心啊，做人呢，要堂堂正正，做事啊要正正当当的啊。哎呀，妈，我知道，我是您教出来的乖儿子，我做事您还不放心吗？放心。你以前啊的确很让妈操心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妈，我得走了，我一有空就回来看你啊。美惠啊，妈就拜托你了啊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走了，小心点啊。哎，哎，美惠啊，你哥哥在苏州跟谁合作呀？怎么一下挣那么多钱呢？哥之前在顺福洋行工作过，我也曾经去帮过忙的。顺福洋行，是不是江家的顺福洋行？是啊。妈，你也知道他们啊？啊，江家在苏州很有名的，住过苏州的人呢，谁不知道啊？绝不能让妈知道志和曾经把我撞瞎过，要不然她一定会很担心的。不知道玉和是不是还是像以前一样霸道，志和这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？哎，早知道就应该问问建豪他们现在的情况。事到如今，何必这么固执呢？您还是跟我们回去吧。这一切都是命。哦，我来忙，我来忙。如果我现在离开江家，江家就全完了。我不能让江家毁在我的手里啊！妈。这路还没有走到尽头，怎么想的我们翻不了身呢？您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重新把江家交到您的手里，您相信我？是啊，妈，我请您相信我们，我跟志和一定会同心协力重建江家名声的，妈，所以我求您了，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。妈，我知道您对秋琴有误会，但是您相信我，我找到阿金了，我把一切都问明白了，所有这一切都是建豪在陷害秋琴，秋琴是清白的。我手上抱的儿子是秋琴为我们江家生的，他是您真正的孙子。真的。
成功接待，应邀之后娶丽红进门，他让廖建豪有机可乘进入我们江家，弄得咱们江家一败涂地。没想到秋琴真的给我生了一个孙子，秋琴，谢谢你，这才是我们江家的孙子，这才是真正的传宗接代啊。秋琴，妈，秋琴，妈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妈，妈在这儿替江家的列祖列宗给你赔罪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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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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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切都是建豪跟丽红的诡计呀、啊。你无为人坦荡，没想到会受到小人的设计。妈，跟我们走吧，不要待在这里了，我们不放心您待在这个户口里，我和志和说什么都不放心呢。妈，那些地方才是我们的家，对不对？我来帮奶奶，不要跟我抢啊！我要帮奶奶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要帮奶奶，不要抢了，不要抢了，奶奶要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。柳成啊，你也真是的，你应该去帮忙推行李才是啊。嗨，少爷说他行，不要我去。他现在不是少爷了吗？不好意思麻烦你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？哎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哎，不管他现在是什么身份，我还是认他是少爷啊。是啊。哎，这里跟江家简直是没办法比，不知道老夫人能不能受得了，还住不住得惯啊。我也挺担心的，不过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们说什么？有我们陪着，奶奶一定住得惯。嗯，对呀、啊，现在我们还多了个弟弟树人，奶奶一定会住得很高兴的。嗯，是啊，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团聚了，奶奶跟你们住在一起一定会很高兴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你们乖一点，明月阿姨再去打扫卫生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乖啊，走。哎，我来炒饭。来辞行的吗？可别对我那么客气啊！我是来要回我的儿子树孝。你想要回树孝？树孝又不是你的儿子，你要回去干嘛？啊？不该的轻蔑，不
人儿啊。